望去，超过10万缸的陶瓮，里头全是手工酿造醋。张光杰一手打造瓮醋王国，延续爸爸的味道。这样子酿醋是来自你的爸爸吗？哎，对对对。你小时候记忆中的醋是什么味道？酸酸甜甜的，很好喝。父亲为家人酿造的私房醋，因为分送邻居而打开口碑，引来众人争买，但急不得，坚持天然，先花一年纯化，慢慢酿出多元风味。那它的香味，它里面的营养源就是从微生物，它50%的蛋白质里面，它在里面又裂解出来很多的氨基酸，所以这个醋跟一般的速成酿造醋完全不一样。还有更多不一样的，张光杰选择让检验数据来说话，舍弃便利的不锈钢桶，坚持用陶瓮，这也是有科学根据。因为陶瓮是最安全的发酵容器，它经过1300度的燃烧，然后形成它里面一些重金属啊，一些不好的，它都会燃烧掉。一样操作者先人传习的智慧，二氧化碳杀菌法。张光杰说自己可不是只守旧固步自封的人，这些年开始跨境生化研发，让养生醋触角多元化。由醋衍生出来的产品有这么多，你希望你妈给你想喝什么？青菜随便，因为真的太多种了。你想喝什么？像你妈给，随便，青菜。坚信好商品自会有人来追寻，醋厂30年来始终没有业务员，却早已把父亲留下的好醋带进无数家庭。像你妈给，青菜。像你妈给，青菜。